骗狗子吃药呀，来还给吃吃吧，看到没，是不是一下就吃了，是不是一下就吃了，滚，你能耐了，你能耐了，你好了，换下一套方案啊，看见没，这是第二套方案，来还给吃吧，大鸡腿，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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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，看见没有，是不是吃了，我就问你厉害不厉害吧，三条金毛，啊，还有一条不见了。噔噔，这个一条比一条蠢呀！不是说金毛是最聪明的狗吗？一个酷爱啃草，一个只爱石头，然后这个乱跑的回来了。那个，嗯，酷爱乱跑，嗯，说的是你啊，长得挺憨厚的啊，就是太蠢。为了一根草，鲜花变黑，早谁让你来的？啊？啊，不是一个爱吃草，是都爱吃。嗯，草狗。丽儿啊，现在冰箱里面就剩下这最后一盒酸奶了，你说这一盒酸奶是给你喝还是给我喝呀，给谁喝比较合适啊，啊，给我喝呀，真的啊，肉圆这么好啊，那你自己怎么办呢，啊，你自己喝啥呀，干嘛去，我的妈呀，你这是要买一箱啊啊！工作两年为什么我写有十年经验呢，因为第二年我一下子领了九年的工资啊。那你之前离开那家公司是为了什么呀，老板脾气差要打人的，哦，但是你们福利好啊，一下可以领九年的工资，福利很差的，我那九年的工资是被老板打折腿赔的，这样怎么是他下那么狠手，他让我删除一个文件，我一不小心输了 RM-RF 斜杠牡丹最受欢迎的狗狗哈士奇，呆呆傻傻，萌到冒泡，即使这样也挡不住它蓝色眼睛下迷人的帅气，拉布拉多治愈系小暖男，活泼又好动，柴犬散发魅力的眯眯眼，迷人的坏笑让人难以抗拒，中华田园犬忠诚善良，看家护院的好帮手，大黄、小黑、狗蛋儿都是它的爱称，德国牧羊犬、警犬专业户，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生活，你最喜欢哪个呢？Haki，我考你个问题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我请你吃鸭腿。我问问你啊，一只鸭子有几条腿？这么简单，
当然是两条腿了。答对了，来，这个鸭腿给你。哦。啊，这也行。老妹儿，你也考考我，我也想吃大鸭腿。行啊，我要考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答上来，我也给你一个大鸭腿。嗯，好，你问吧。那我问你，这一期彩票开奖号码是多少？你们两个啊，真不让我省心，没有一个听话的，能不能听点话？哎呀，不听不听，不听不听，都不听是吧？拿起手机。喂，张老师呀，孩子在家不听话了。狗肉汤是新鲜的食材，没有老汤。我让你两个不听话，我治不治了你们？狗肉汤，狗肉汤是新鲜的食材。给老师打电话。能，妈妈开始数数了啊，数到三再能吃。五、八、十一、二、四、一、五、六、九。谁捣乱呢？这个好看吗？六六，猜都不好看，油脂。那你想看啥？我给你换一个。我想看哪个蜻蜓？你说的是这个蜻蜓不？六六，对的，都是那个蜻蜓卡怪了，还有那个会探吃的汤呢，好喜欢。妈，那个冷个水哟，你看它还会出中分。六六好像要没有电了啊！没得电了，不可能哟！我看一下呀，嗯。哎哎哎了，我的蜻蜓好像太冷耶，两个不见了。妈妈，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我跟你说了没电了。我才不行，肯定是给你们买的围栏就往笼子里边撒尿啊。谁是主谋？你是主谋是吧？还想咬我小兔崽子你啊，挺凶啊。皮蛋别管他，让我教育教育他，看我不抽你。皮蛋你别拦我，孩子不能这么溺爱，不能拿过来，我用手打。皮蛋你当爹的，你不能这么护着他们，你替他们罚吧。你不打了，坐那儿罚站，坐立坐立。